你好，旁边有位置。来，这是我们的一个号码，谢谢。来，我们岗位很快的哈，帮你介绍一下。来，女士，我们开始点菜了。 好，谢谢。那除了要喝那个白酒、红星二锅头，还要喝点什么其他饮料吗？我们有冬瓜茶、酸梅汁、豆浆。我要一个酸梅汁。然后白开水再一个。酸梅汁可以啊。给我包下3块钱。一个就好。一个就好。 都可以的，因为第一口汤会比较清甜一点，下了肉比较混，你好，比较偏淡。汤米，刚刚买我一个。